现那个素敏的邀约哦，让我就是，第三次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对啊，然后其实建议最近真的感受蛮多的，因为拍108天，今天是第31天，对。然后其实一开始在拍这108天的时候，其实酝酿了蛮久的。对，应该说，在这之前的一两个月，其实牌卡都已经买好的，都已经准备要拍的。可是那时候后来就是好像就是截止嘛，对，后来就是截止以后就想说啊，活动可能就没的这样子。然后直到之前1月份的时候，导师的那个网络共修课程有特别提到说，还要不要再继续录108天？然后当时建议其实还是。也不是犹豫，就是也有举手。导师在讲的时候，说要拍108天的，举手。好，建议也有举手啊，结果举手，结果还是一直在那边想说啊，拍起来会不会很丑？对啊，然后拍了我到底要讲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在那个一个学员。正源的激励之下，因为他刚好在心得分享说他已经那个开拍108天第2天了。我想说，当初我鼓励人家要拍啊，结果我自己没拍，人家已经先拍了这样子。我想说，哦，不拍不行，然后我就赶快就当天我就之前下载好的那个无他，我就先架好。可是架好以后，我还是拍不出来。后来我想说，就看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 LINE 的群组，结果刚好看到素敏的，对，刚好看到素敏的108天的复拍，然后我想说，这个场景怎么那么眼熟？后来注意看，这不是福华饭店的门口，对，然后他就是很自然的在那边拍，我想说，108天也可以拍得那么的生活化，因为之前还有活动的时候，大家都是很严肃的，就是穿着打扮啊，然后在家里啊，然后有的就是旁边还有导师的海报啊，然后这里因为爱，然后这边，对，就是这边是因为爱，然后这边是那个什么感恩是聚集，然后后面还有个白板有没有啊？然后就是贴海报这样子。我当初就想说，哦，不会是要那么隆重吧？我家那么小，怎么贴这些东西？对，然后后来是看到素敏这样子。那么生活化的那个拍以后，我想，也可以这样好，那我就试拍看看。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一拍就上瘾了，对，真的，一拍就上瘾了。一开始是真的有点怕啊，结果后来就越拍越顺，你知道吗？然后就真的就是拍108天，真的我们自己的改变会非常的快速，就是比我们一般的就是说。只是单纯的就是导师的弟子规跟那个就是做心法啊，实修的12项功课以外，其实在拍108天的时候，也是多了一项功课，而且这项功课可以加速我们的成长。因为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学员说拍了好几次哦，可是前阵子。建议真的有试过，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说自己讲不好，然后拍了4个多小时，对，然后拍了4个多小时，然后那一天就刚好就是因为拍太久了啊，又赶着上班，我想说啊来不及的，结果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整天下来客人都是满的，结果就忙了一整天，忙到想说都真的就是那一天就刚好真的把心法给跳过了。对，就没有做完整，就是有做，但是没有做完整的心法，没有一二三没有完全做完。结果回家的时候，我想说，哦不行，我今天都没做，回家要睡之前一定至少让音乐放下去，然后要做一下。结果要放音乐，想到今天一整天都在放音乐，所以没电了，探探机没电了。然后后来想说，好，充一下电，洗完澡出来。再继续接下去，结果洗完澡出来，躺在床上就，哦，就睡着了，你知道吗？结果隔天
因为在那前一天我就觉得胸口有点小小闷闷的，然后那时候店里面因为很多人都感冒，然后我想说啊，后来隔天起来就完蛋了，整个鼻子都鼻塞，然后声音就变了。啊，后来我想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我昨天一整天都没有做到心法的关系，然后我就当天就是赶快哦，好险还有硬把一个鼻子用通哦，然后就很努力的就是赶快用另外一个鼻子这样子做导师的呼吸法，然后还就是把心法给做完这样子，然后真的觉得后来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天早上一做完所有的心法流程的时候，诶，就慢慢的就觉得比较好一点，然后那一天就过来，我就想说哦，不行，这可能一次不够，就继续做这样子，然后一整天只要有空我就赶快那个阳光呼吸法就赶快做，然后就是完完全全吸到最顶，吸到你不能再吸气为止，然后想咳嗽就把它咳出来，然后你会发现哇，整个咳出来以后整个就通了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最近刚好建议在换工作嘛，然后在换工作的这过程，其实前一个已经就是这个工作要结束之前，我其实已经有找到一间，就是另外一间的就是一样是养生馆，然后他就是要新开业的，可是后来就是这中间他就是找了两间店面，然后第一间店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说啊有问题，就房东不租，然后怎样啊，原本讲好的第二间，也就是原本第二间就是觉得说还不错，就是房东谈的都不错，结果就在我离职前两天突然变卦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啊，可能就是我不能再雇佣我，不能雇佣我去那边上班，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担心，因为我想说啊，可能就是没关系再找就好，结果他才刚讲完而已，然后之后我就有一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公司这边你可以来了解看看这样子。后来我就刚好那一天就是感冒的那一天，就也请假嘛，因为太严重了，然后刚好就去那边了解，结果就谈成了。结果谈成了以后，当我那边离职谈成以后，不止谈成了，而且他那边的待遇比我原本找到的那一个还要好。对，然后而且他现在找到的那一间的待遇是我就是离职前那个工作的等于是薪水再多三成。对，所以就因为其实这几天建议就是一直很向往拉斯维加斯，所以其实心里面就一直在想说我一定要去拉斯维加斯，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真的当我们有认真的在实修实练，而且你真的就是有发愿有心愿，然后有确实去做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越来越顺遂，而且真的会往你就是那个目标去迈进。对，然后因为以前建议的薪水跟生活就是都比较没有规划，然后比较没有那个计划性，所以都存不到钱，可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过年的这段时间哦，虽然没做几天，我那边要离职之前其实才做五天，可是我换算了一下，我这五天就赚了10000多。对，而且我我上个月我只做假日，然后才13天，也将近快20000。对，就是很神奇，就之前的都没有那么高，可是这两个月就还蛮高的，然后而且刚好就是有开始在记账，结果发现其实实际上自己的开销并没有那么大，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那一个地方它还会供餐，所以基本上每天除了加油钱以外基本上没有花到什么钱。对啊，这就是建议最近的一个心得分享，好，感恩。